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挺巧啊。啊，不会吧？啊，不会，我见着照片了。啊，您这是哦，27处。27，哎，啊，我在28处。您好，是于卫先生吗？哎，我是洪小姐是吧？啊，是我。啊，哎，您好，请坐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里边了，哎，好，我已经进来了。哎，我看到了。啊，好。你好。您是程先生吗？是啊。您多大年纪了？今年50了。哦。稍等一下，喝点饮料。好，你好，来杯咖啡。谢谢。我觉得您比我就是看您照片上就更显得我就更成熟了。成熟啊？啊，那可能是他们给你看的是我5年前的资料。啊？那我能问一下，您为什么到现在不结婚吗？我已经结过婚了，结过2次了。就是我前夫，老大现在已经结婚也有小孩了。他搞摇滚呢，他那头发也特长。老三现在上高中了。不是您不是您单身吗？ 没错啊，我是单身。我是离婚了吗？孩子一大，我也不用管他。你还有孩子了？有啊，我希望找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。我心里头年轻啊。你们家里还有个妹妹，尽量少让她来。而且我父母都比较传统。还有你那父母也不能过来。您都50了，我这……你好像有一套130平的大房子，我想把你那房子写我的名字。哎，摄影师一般特别看这个。哎呦，你看得漂亮，女人是一定。太好。 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啊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走了哈。啊。我能说句实话吗？您说，您说。我刚刚无意中听到你们的谈话，我觉得可能这个姐姐不是很适合作为结婚的对象，这是我的感觉哈。啊，对对是。 就是也确实不是太好找，是，就挺不容易的，反正。啊，那您怎么样呢？啊，可能资料错了，他都50了，还有孙子，还有3个儿子，我估计可能真的。哦。资料可以搞错了。没事儿，反正我们都那个都共同努力。对。哎，这都找到这个。 心仪的那一半，对对对，还是要加把劲儿。哎，加把劲儿，好，行，是吧？祝你成功。啊，祝你祝你成功，祝你成功。我想跟您再说一句话，行吗？哎，那个毛小姐，您请说。我的感觉啊，我觉得可能，如果你把头发剪短一些，会好一些，因为。 长头发的男孩子可能给女孩那种安全感的东西少一些，你试试看吧。哦，就显得不够稳重是吧？也没有，就是可能短头发更踏实一点吧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哎哎，那个毛小姐，
我也想给您一个非常良好的建议。你说，我是摄影师，就是我觉得吧，就您那个脸型啊，不太适合长头发，您可以尝试一下短头发，就是蓬蓬的那一点，这样显得呢特别清爽，性格也显得活泼，可能对您以后的这种相亲有很好的帮助。谢谢啊。不客气。行，那个，那我们就一起从头开始。哎，就祝您也成功啊！再见。再见。